TV1号台裁判员玉林，记录裁判员张毅、王雪，运动员陈哲，马来西亚选手莫景浩。现在比赛开始。 请双手乘坐开局选择权，听我口令，同时竖杆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 陈哲获得开局选择权。 比赛开始，第一局，陈哲开球。 10秒，延时。 10秒。 10秒。
十秒。第一局，Mohkeenhoo胜，比分1-0。谢谢。第二局，Mohkeenhoo开球。十秒，延时。十秒。
第二局陈哲胜比分一比一，谢谢。第三局陈哲开球，开球时机，重新开球，重新开球。好的，谢谢。第三局莫景浩开球，犯规，先后自由球。十秒，延时。
第三局陈哲胜，比分2-1。第四局莫景浩开球。10秒，延时。10秒。10秒，延时。
第四局陈哲胜，比分3-1。谢谢。第五局，陈哲开球。开球时机，陈哲开球时机第二次，再一次判负一局。继续，稍等。继续击打。
第五局陈哲胜比分4-1。谢谢。第六局，莫景浩开球。第六局，陈哲胜比分5-1。第七局，陈哲开球。
第七局陈哲胜比分6-1开局胜台。谢谢。第八局，莫景浩开球。第八局，陈哲胜比分7-1。谢谢。第九局，陈哲开球。
十秒，延时。第九局，陈哲胜，比分8-1。官方暂停5分钟，5分钟未到，判负一局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十局，莫景浩开球。接球，
第十局陈哲胜，比分9-1。谢谢。第十一局，陈哲开球。第十一局，陈哲胜，比分10-1，开球先来。谢谢。
第十二局，莫景浩开球。犯规，碰十四。自由球。本场比赛结束，陈哲胜，比分11-1。